两节前不做的你。

我今当发无上菩提心，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 啊，那么我们继续讲啊，一生修行的终点啊。前面呢，我也是从不同的角度啊，给大家做开始，呃，交代啊，一生修行的终点，呃，从很多方面啊，包括呃这一生啊，这个功课，还有这个前线是一切正道之前的准备，还有呢，前线呢要多次多次的要这个。 修行，而且呢，呃，就是一种呃慈悲啊，这样一种这个呃效果能够明显的啊现、呃、出来的一个方法啊，可以说就是这个嗯方面都讲了啊，也就是说前面啊如实讲了很多，但是呢，很多人呢还没有想到是自身的一个实际问题。 啊，这样啊讲的效果就不大，应该呢反省到，呃，这是自身的一个情况，而且是相当大的一个问题。呃，不做这个调整呢，呃，会使得一生困过，呃，或者呢一生学法没有效果。所以呢，大家需要明白，这是其实到每个人一生修行的一个大问题，能否得到？ 失效的问题啊是这样子，所以呢，讲啊、呃、这些课啊，最关键的是你本人要反省自己当前的状况，要看到情况非常严重。说白了，现在人们都处在没有真正的目标，没有这个重点，没有按照此地修行，不知道怎么努力。啊、呃，的确这样子的话呢，他不按此地来。 这是简简单单上往听啊佛教行为的一个状态，这样就很不好了。人们、啊、都处在没有目标、没有终点、不知道怎么努力啊，也不安到此地。呃，这是简单的上往听佛教询问的一个状态。那么好一点的，美其名曰“我跟着上师走”，你讲什么我就听什么，其他。 我没有什么想的，那这就出现非常大的问题。那么怎么来扭转这种局面呢？呃，自己还是要观察，也就是说，我本人当前是什么一个问题呢？我现在成了最不会为自己考虑的人，连自己的状况都发现不了。那么这样混日子怎么行呢？一年两年很快就过去了。 真正来就是头发马上要白了，那个时候再想改就来不及了，人都成朽木了，真的是后悔也来不及了。而且呢，在座的很多很多道友都是四十岁以上的了，那么很多都是四十岁以后的人，如果再不及时改正，恐怕就是。 枉费一世人生了，我们再怎么谈下呢，也是一句空话。为什么呢？因为啊，在自身上没有得到真正的利益。哎，不能这个起长治的一个想法。人生啊，只有一次啊，高贵的机缘也只有一次啊。我们的这个分别是环相连片的，因为有无数次，有无数念。 哎，这是很可笑的。大家清楚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发愿，一错过了就不会再得到。要怎么去理解因缘，相当难。譬如这次我讲大门前行啊，恐怕是最后一次详详细,细细的讲啊，所谓的这个促会捐素，也就是这么回事。 假使过了这一次，再到下一轮详详细细的这样来讲，我想是恐怕不可能了。为什么呢？因为再过几年人已经老了，很多姻缘是很难聚聚的。呃，同样在座的各位，在纪念游戏再过几年有些不在人世了，有些呢就是头发白了、牙齿掉了，有些呢躺在病床上 有的呢已经出现了很多修法的威缘等等，所以呢，应当要了解因缘十分的难得啊，所以呢，所谓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啊，实际上呢，不是一个寸金，无数的钱财也没有办法买到目前修法的机缘。 这个事情就是他一错过了不会再出现的，而我们呢，往往怀着幻想，哎，实际它是随着因缘走的。你因缘起合了，会有相当的利益；你把握住了这次机会，的确这一生可以说会成一个好的修行人。哎，至于多高的成就，那是不敢期待。哎，毕竟魔法时代。啊。 个人身上的障碍太大，传系的气息,息也非常坚固。那么这样我们就想，也就是说这一生呢，好不容易得人生，总要实现一点利益，而不必谈抬高的，就是我们自己这一生能不能变成如法修行的人呢？ 其次呢，就是需要想我本人临终能不能往生西方净土呢？我们把目标定的非常现实，就发现有好多好多事情可做。如果不抓紧，连这一点也没有办法保证的。所以呢，我再再劝大家好好算一下，一算就非常清楚。从现在来看。 是一个最佳状况，往后肯定一年不如一年，啊，包括自己的身心，还有这个内因外缘等等，会发生各种变化，啊，就像大家参加学会都有很美好的想法，但是呢，现世的状况跟你的想法差距很大。如果你本人能够报当下因缘，就会现实一些，呃，觉得总体上。 自己在努力，还有一点点进步，看到自己在往上走。如果自己不好好把握，那的确只不过是活在幻想里面而已。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当前的状况是什么呢？说实在，很多人呢没有目标。问他一生想干什么，修心是为了什么，他没有目标。 反正讲什么听什么，呃，既然没有目标，当然就没有重点。你觉得可以随意去撞，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如果你本人没有把精力集中在一个要害上面，有一个也不会成功的。大家要看自己看到问题所在。比如像我本人走了一条很长的路，过去如果。 我能够按照此地的修行，就不是现在这样了。我是走错了路啊！为什么呢？一开始我没有总体的一个规划，完全随着潮流，或者呢，随着自己的一个散乱，呃，随心所欲的细起而这么做的，呃，结果呢，使得我没有正式成就。这是什么原因呢？是我本身的做法有问题。 如果在十年、二十年前，我已经发现这条道路，然后呢，制定了很好的计划，一个个步骤去完成，那就不是今天这样了。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关键是对于自己前途的考虑方式、方法以及时间的安排，怎么来按照此地走，这些上面出了大问题。 就好像，如果你本人看准了这条路，能够自登高峰，而且他的每个竞争是怎么样的，你本人能够首先盯总的目标，也就是说要达到高峰，然后呢盯分析目标，一个一个阶段的目标，之后呢设立计划。如果这一套都是正确的，能够在发生。 切实的效果，那么按照这样去走，每天按照计划排布的去做，反正一个阶段会完成一个目标，继续往前走又完成一个目标，这才是高效的。如果压根没有制定明确的一个目标，那你本人就不是在攀登高峰。很多时候呢，自己的心散乱在。 非目标上面，连自己的心都安不下来，那么这样呢，根本不可能郑重完成其中最低的一个目标。所以到，道友们心里需要记住啊，我们人人是个有限的人，时间有限，精力有限，音乐有限，生命有限。如果不注意正心，那么最后。 会发现一事无成，什么也没有完成，这是一片散乱。然后呢，会发现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啊，自己心里没有得到什么，没有真正一个成就的功德，这样当然后悔，当然就慌了。那么这个问题从哪儿出来的呢？问题就出在我们有无尽的幻想，把自己的。 寿命相称无数年，把自己的状况呢相称是非常好的啊。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又称的夫妻一样，我们在佛法上打了很多很多的妄想，比如年轻的时候感觉所有的佛法我本人都要学，这也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一个妄想，或者想你马派里面什么样的大法？ 我全部都要学，然后呢，就是收集各种法本，这也是一个幻象，不切合当今反复的一个状况。大家也清楚，我们不是再来人，看诸事大德的传记，要心里可样，一心以他们为榜样、为目标。但是呢，不能幻想现在就能做到那样，他们都是佛菩萨再来的。 所以呢，我们的目标呢应该现实一点啊，应该现实一点。那么第一个呢，要看清楚妄想跟现实之间的差距。那么第二个呢，要设立一个切合自身的目标，切合自身的一个计划。如果做一些不切实际的一个幻想，啊，就不能脚踏实地的在这个自己的脚下努力。 哎，如果做一些啊不切实际的一个幻想，就不能脚踏实地的啊、呃、在自己的脚下努力、啊。如果我们十年前就设立了这个潜心目标，已经看准了，已经断定了，那么这样就发一个世界、啊，要这么做，这后目标非常明确，一个阶段。 做一个设计，然后就集中精力全部在这个上面用功，完全超这个能力。那么由于目标定好了，我的终点就有，之后我的精力就放在这上面，所做的努力都在这个上面。但是如果我本人的目标不切实，而且呢放的很高，却修不上，那就是说。 我没有去打第一层的基础，却还乡打到第三层、第四层，结果发现根本上不去。比如说，过去我们没有吃地的一个观念，而不晓得前面要先学因果，而却首先学了一个无因果，而同样不知道首先要认识苦地却先弄。 一个无故，啊，这就不会相应的。的啊，缺血了一个无故，啊，这就不会相应啊。那么之后呢，学戒的时候呢，可以一下子学得很高，但是呢，学性的时候啊，必须当下去转性。那这个词的一错，根本没有效果，而且呢，他正面的性发展不出来，负面的，比如说傲慢呐、啊、青涩啊、无色谓、啊、等等。 全部都出来了，导致发生很大的问题，最后呢，发现血法没有效果，自己的烦恼越来越大，造的业很厉害，或者呢，自己心里没有实质性的转变，一下子就崩溃了。我们都忘记了自己学佛之前是什么水平，那叫做烦恼众生啊，有很多恶劣的习气啊，已经串系成。 这个样子了，啊，譬如自己是一个独生子女，非常任性，完全以自我为中心，那么这个烦恼非常重；或者呢，根本没有轮回观、因果观念，哎，或者呢，根本没有轮回的观念，没有这个因果的观念，只是苏轼的一点善愿，哎，这一次跑到佛门里面。那么由于学发是没有谁要求你。 安此地，结果你很快很快听了一大堆，而且呢，拿大发包装自己，误以为自己了不得。其实自己内在心里啊，还是旧有的那一套东西啊、呃，只不过在外面呢，包了一层佛了。那么由于没有人责服你这个信息，后面就变得无法无天了，没有人管得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时候你本人心相续的状况跟原来没有什么两样。为什么？因为啊，最初不佛法的专心上一点没有做，那么这样外面报上非常大的发，里面对现实法的单做一点没有去掉，再加上学了一点空隙，啊，就落到恶趣空里面去了，或者说落在端空里面了。 认为这些不要紧，没有什么因果，要自由自在，等等等等。这样子的话呢，把跟他恶劣的习气合在一起，这就肆无忌惮的做各种的事。那么再说，一个下面的观念都没有，使得他学的越久，越混日子，连一点道心都提不起。啊，就像这种状况，我们二十多年以后再。 回过头来看，就发现走错了路。为什么呢？因为起点上没有真正在修行上用功，该做的功夫不愿意做，觉得自己很高，一直呢就是护士基础，小看这个基础。比如说，我们没有去学《正法念处经》，那么这个轮回的观念、因果的观念等就没有了。 那么看清了业果观念，把一句话当成自己已经建立了它。因果只有一句话，他不变的，一切是一切空当中，啊，确确实实它不编的，一切是空当中。而你过去七十年训的都是呢，比如唯物论呐、啊、非业论呐、啊、无前后世论啊等等，呃，怎么可能轻而易举？ 在自己心里面出现业过元气的关联呢，这是不可能的。哎，怎么可能轻而易举在心里出现业感元气的关联呢？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呢，我们学了告的就忽视了它，没有在自己心里建立，就发现道上一点精沉没有。 这样又匆匆忙忙去受戒，根本不知道借条是什么，然后呢，认为不要紧，可以随便做的。到了后面才发现，由于最开始官库上没有过去，内在心上没有转化，那么说信的发跟自己的心相续根本不温和，哎，根本不温和的，自相续非常的低，所受持的发非常的高。 那么这样根本没有办法记住、啊。发现地层在动摇，最后地上一动就整个崩溃了。我们现在就感觉，如果一开始能在基础上下功夫，多好啊！譬如在英国上面，如果我本人早一点用功，花一年两年，非常努力的学修让它稳固，这样一旦有了成效。 我就真正转变了，真正有因果观念，来自于一举一动能够开始跟法本的要求靠拢了，而才有一点真实的东西。如果我不这样做，那法本上的东西很快会变成我口头的话。但是呢，我的心没有做过功夫，一点不专一，没有转变。这样子的话呢，表面上再怎么说。 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立自己的心态也相差甚远。一直随心所欲，认为什么都不要紧，那么像这样就完全落在自己里面。这是为什么呢？就是看不清，缺乏要按步骤来，每一步要有相当大的量。在你完成这个量的过程当中，根本没有时间。 顾及其他的，如果还不按这条路走，那肯定众生无成。现在我们要很现实，也就是说，我本人是一个非常有限的人，时间很有限，再不按照这个次的修行就来不及了。比如说，你本人怎么去转你的心呢？因果观念怎么能在自己心里建立呢？ 之后行为再转动呢？比如说，他有两年，而且非常努力，但是呢，你现在根本不顾及他，这样子的话呢，再过二十年也没有任何进步。如果因果观念学了两年，自己心的扎根了，那就是其他的修法就一定有帮助，而且呢，后面也有一些希望，一步一步修上去。 而且因果观念要需两年才能够自己心里扎根，那么同样其他的枯竭啊啊什么出离心啊菩提心等等在内心上转动，要多少年呢、啊？那么这样算下来肯定没有时间，你还来忙什么呢？很多人忙一大堆法本，现在的人呢特别随意，只是说好话。 再怎么承诺都是假的，根本做不来。就是说，就是前一年承诺的，今年就没了；前两个月承诺的，今天就变了；今天承诺的，下两个月肯定又变的。所以承诺的全都是假的，根本不肯兑现，根本做不出来的。那么到了没有办法做的时候，也就不管了，说我不管了，我不干了，我怎么怎么样了，就这样就放下去啊，不管了。 连一个都吃不透，怎么能报这么多数呢？是这样子，现在啊，确确实这样子，很多人骂一大堆的法本，说白了就现在的人特别随意，呃，这是说好的话，再怎么承诺都是假的，根本做不来。到了没有办法做的时候，他就说不管了，连一个都吃不透啊，怎么能报这么多这么多呢？ 整天都忙些什么呢？再说，只要一个正事痛了，其他都不太难。像这样精力集中在一个要害上面，会有一步一步的进展。你自己也感觉走的特别稳，而且呢，每一步都没有骗自己。你本人呢、啊，应该承认，入佛门之前的状态，真的非常惨。 而且心里熏现了很多恶劣的细节，而一入佛门，应该承认自己就是佛教里面最低的小学生，应当从一加一开始学习，而你却以为自己水平非常高，那么这样连嫁法都没学，那么后面的减乘除根本做不来，还高谈什么呢？ 那么同样，佛法里面的修行都是呢从很基础的地方开始转的，也契合我们的实际状况。但是我们自己高估了自己，以为自己是了不得的人，这时候时候就完了啊！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骗局。如果不注意调整，那么三年五年很快就过去了，再不调整的话呢，十年后啊。 绝对就是一个老油条，谁都说不懂。问问自己，真的有内涵吗？心里是空的。呃，当然外面呢长得肯定很大，很不得了。但是呢，摸摸自己的心，也知道是空的，非常虚。哎，摸摸自己的心呢、啊，也知道是空的，非常虚。像这样，很快就到了死，那怎么办呢？ 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每个人一计算一衡量就知道，也就是说，如果我本人再处在无目标、无终点、不以持地的状况，肯定一事无成的。如果现在能纠正，当然也不必期望太高啊，毕竟我们就是一个凡夫啊。只要一念当中，你的精力集中在一个要点上。 非常听话，非常努力的做。那么一年后，你再去计算一下，这一年我下注的功夫怎么样？啊，那么这一年我下注了功夫，但是呢，是进步这一点。如果我不下功夫，就会退步很多，根本没有收获。那么这样你就很现实了，发现一年走不了多少路。 这个时候会开始可怜自己，也就是说，再不抓时间，我本人这一生就算完了。我应当败北正惜呃，不管怎么样，我都要一直修到底。呃，至于修到什么程度，那是因缘决定的，没有办法假想。像这样一直修到死，自己就没有遗憾，不会后悔的。 这就很现实了。之后你肯定想，我一定要往生西方净土，自己心里就能够断定。如果你整天活在幻想里面，就很危险了。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你一念当中真心真意的去努力，然后呢，计算一下自己能走多少，就很清楚了。再翻过来想，如果你一念里面， 没有目标，没有终点，又不按此底走，随心所欲，你能修学多少呢？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仔仔细细想一下我们过去的状况，能很明显看清这一点。哎，譬如最开始是到书店买书，买一大堆，左看右看，这样混过去五年，嗯、然后呢会发现。 这个跟正规学习根本不一样。正规学习呢，按次的来，那么结果也就超过过去的经验。那样凭感觉随便翻，一点用处也没有。这回口头告掉，没有真正掌握法义，全部附在表面上。再说他之后呢，就开始收集磁带，占了好几项，然后就是光盘。 开始是,是小袋子，后来就是大袋子，越来越多。那么这种收集的人基本是不会听的，这种做法是很可笑的。为什么呢？比如说他收集一大包光盘，每一个光盘里面都有很多很多的课。如果每天认认真真听，可能十辈子才能听得完。但是呢，他自己啊骗自己，说我以后啊。 一点点点听啊，说啊，我以后一点点听。其实、啊、基本没有怎么听。那么后来呢，有了这个网络，那么它的弹性又大了。对于这个各种各派、各大师的发，就都要去收集，都要去听，这样又是一大堆，听这个，听那个。 他的幻象呢，就是我本人能够成为一个佛教博士，或者呢，佛教大成就者。他的想法非常简单，而且呢，认的非力作为太夸张了，都是呢不合理的。但是他自己回想，我一个阶段修成这个成就，一个阶段修成那个成就，最后发现他什么都没有成功啊！最后发现他什么都。 最后发现他什么成就都没有了，或者他说这个论我要学，那个论也要学，反正大经大论每个他这个学那个学，这样学那样学，反正一天到晚上上下午白天晚上都说是我要学这个学那个大的论大的经，这个那个都统统需要学，但是那么由于这个。 东生的心理是分散了，这样的话，他学到什么时候，学到什么东西，修得成一个什么呢？肯定没有什么。哎，或者他就说、啊，这个论我要学，那个论我要学，这个经我要学，那个经我要学，这上午的课我要学，这个下午的课我要学。那么由于心理分散，这是左学右学，从来没有好好的思维一点。 回顾一点，而且呢，心非常乱。这个就跟乱吃东西一样，又吃这个又吃那个，最后一检查发现根本没有什么效果。或者到了年底给自己算个账，坐在这里想一下，问一下自己的心：我本人今年学了这么多，现在我能记住几个名字呢？哎，问一下自己的心：我今年学了。 这么多，现在我能记住几个名字呢？发现连一些基本名字也记不住了。到底在讲什么？到底在讲什么？自己心里是空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每次都没有目标，呃，只是习惯性的看一看，只是习惯性的听一听，而且呢，自己有一个假象。 我这样学功德肯定很大吧？大家需要明白，符合贵律才有大的功德。有没有利，有没有功德，就看你内在心上有没有触动，有没有进步，有没有变化，在你实际行动上是不是一教封心在行事等等，这上面看有没有利，哎、呃，就很清楚。 很多人说啊，我听的乱糟糟的，听之前状态还好一些，听完以后呢，更加的空，更加的乱，没有办法整理。好像现在已经养成了习惯，不在网上没有办法过日子，甚至呢，以前是每天有功课练修的，但是现在也做不了了。要静下心来看个书也不可能了。 好像整天都在干干这个灰，干那个灰，听这个发听那个发心是喘息的，呆鸟一塌糊涂。再说，听过之后呢，他没有笑话，反正听到什么就往脑子里塞，这在元气上是有问题的。如果平常圆周一个东西去做，一天、两天、三天。 就很持续，缺的是一个内容，而且呢内在性会很稳定。如果我们第一天学低发，第二天学告发，前一天学哭，后一天看乐，持续上就乱了，那么这个心也就跟着乱了。这一点呢，很容易发现。比如这个自己心里握住一个所愿，持续的用功一段时间，会出现一点热量。 你也觉得有一点收获。如果这个期间发生很多很多的事，甚至遇到各种的情况，不能持续下去，就发现连这一点收获也保证不了，效果很差很差。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内在心要专注在一个缩源上才有力量。按照过去的情况，住在一个很清净的。 安静的一个地方，跟外院不接触，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就是一句一句安慈地学。而过去时代根本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听课，比如一年里面只学一个法，一天天的讲下去，一天天的不断的讲下去，认的这个心就缘在这个法上面，就是安慈地来的。 甚至呢，首先不说修行，在文字上他会一点一点学懂，一点一点学清楚，内在心也是很安稳的，不会想金针时代不断不断的赶，这样就能学出什么成绩来呢？呃，当然成绩呢有大有小，但是呢，每个人都在走很踏实的路，修法的时候也是安期安量来修的，但是现在整个反过来了，非常乱。 我们处在这个时代，一定要问问自己，不断的反省，否则一辈子全完了，一生毫无价值。你自以为每天很有价值，但是实际上呢，元气一错乱，就不出效果、啊。所以呢，要反省。很多年来，我本人一直处在这种低效甚至无效的状态，如果还这样过下去， 就可以给自己受戒了，也就是说，将来也不过如此，不走下坡路就算幸运了。每个人都要想想自己应该怎么办。前面谈到的全是我们自身的事情，你不要像看热闹一样，因为在说别人，其实就是讲每个人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 如果大家还是定不下来，那最好算一下，要算一算。哎，譬如这个今年四十五岁，如果无偿干比较强，啊，就像我只能活五十岁，啊，纯粹修发的时间不过两个月，因为排除这个睡觉、做饭、吃饭、上班等等，那么纯粹修发的时间不过两个月。 因为你已经四十五岁了，无常感比较强，那就想一下，我只能活到五十岁，纯粹修法的时间，排除这些睡觉、上班、吃饭、做饭排出去，剩下纯粹修法的时间不过两个月，这能干什么呢？这两个月应该怎么用呢？譬如你学一个质量论，你都已经四十五岁了。 记都记不住，还能视为辨别、辩论什么呢？经验秀过去，何其疏，什么也没有，不知道怎么修，到时候就恐慌了。如果你无脏肝不太强，认为能活六十岁，你应该想到六十岁以后就没用了。 那修法的时间，就只有四个月，你要把这个四个月用在像年轻人一样学聚不论上面吗？那也很快就过去了。过了以后呢，你自己心里发现用不上，为什么呢？因为记不住，思维也运转不起来。结果发现，这后面往前面学完了，也到了死的时候了，用不上了。 那么这样就很清楚啊，我已经四十五了，没有多少时间，我现在要开始赚，不能随便乱用，三年五年一用过去，我这一生就差不多彻底空过了。所以呢，我们人人就能定，只有这一点时间，只有这一点时间。 所以呢，必须用在终点上，必须对你实际情况非常这个可以说就是相应的，或者就是说对你来讲，就在这上面要抓紧时间，要努力，要集中精力，在一个终点上要修行修行。否则没有多少时间了。那这个问题我打比方来讲啊，就像只有一百块钱，那就不能买其他的，只能买米面。为什么呢？ 因为他天天要吃，天天能摄取。如果买一些没用的、很花哨的东西，或者自己用不上的，那到时候就出现困难了。那么这样就能定，呃，时间不多，就要抓住这个药店，当下就用得上，而且呢，临终时的时候管用的。 哎，不但这个后半生的路线能定，而且呢，每个月、每天也能定。不能再乱用了，一乱用就没有了。比如回乡前一个月没上几节课，没抓到什么，而且心散乱的时候，一点点也记不住，呃，更不用说自己心里有个很深很深的观念。 更不用说自己心里啊有一个很深很深的观念，升起一个我要改变自己的心。待在佛教里面也是呢，随波逐流，这样一个月得不到什么，一年也不过如此。那么这一年马上要过去了，但是呢，这一年抓到了什么呢？这一年都没有抓到，往后还有更好的吗？这是个幻想。 如果你现在抓的很好，可以说明年有可能更好。现在我们肯定是下单修行人，为什么呢？观察一年以来进步不大，进展很小，自己就能断定，就这么几个来回，一生就结束了。我还能做很大很大的大算吗？我还能做很大的大算吗？ 这样，我们自己必须要肯定自己，就是顶多算一个下等的修行人，别的还不好说。所以呢，就是不单是这个，可以说就是后半生，包括啊这个每一年、每个月、每天都要按照这样，这个可以说就是定下来，抓住要点，然后集中精力，而且呢，坚持不断的在一个上面多下这个功夫，不能乱来，乱用呢，那就效果非常。 明显的用的是没有机会出来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真正的效果。那么我们再放长远一点，哎，不是这个，可以说一年这样啊，就是说再放长远一点，就是说三年也很快过了。对大家来说啊，三年可能学一步论。 很快就忘了，因为有时候我们只能星期六啊、星期天才上一堂、两堂课。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对大家来说，三年可能学一不乱，很快就忘了。那么过后你检查一下，过后呢你检定一下，也就是说我真的用上了吗？我呢在信上有多大的转变呢？ 我刚说的、啊，前面就是一念一念这样去啊算的，然后再放长远一点，三年也很快就过了。所以，以我们啊在家的据此为主来讲，只有星期六、星期天学一点。那么这样的话，对于大家来说，三年可能学一个大论，很快就忘了。过后你坚定一下，就是说我本人真的用上了吗？那在信上有多大的转变呢？啊，是不是？ 转凡成圣了呢，发现也没有好多东西，听是听了一点，甚至呢名词记得一点，看书熟悉了一点，但是呢内在道上的精神很缓慢。大家需要明白，要记住啊，一生没有几个善念，如果无常很快，没过两个善念，就见阎罗王了。 那么我们还能乱用吗？就要想这样，哎，确确实实就只要想这样。现在我们承认自己不行，条件不够了，寿命只有一点，精力也不行，各种医院的冲击也很大，自己的心还没有调理好。所以呢，我一定要好好的抉择一下，这仅有的一点机会。 该怎么把我？否则临终肯定后悔，百分之百后悔的。所以呢，我自己能定，也就是说一定要抓住一个要点，而且呢，自己能定，也就是说越胜的发难度越大，这个当然需求，但是我要从自己脚下开始走，从自己能够性的地方一点一点做。 这样我今天有效果，明天可能也有效果。哎，这样呢，我今天有效果，明天可能也有效果。到了临世的时候就会有效果。哎，到了临世的时候呢就会有效果。如果我一味空探的，不是在这个脚下走路，二是呢浮在空中走，这样子的话呢，今天是浮的，明天是浮的，到临终也一定是。 空虚一场的，因此呢，我要抓住我能把握的东西，有效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这样去观察，还是确确实实当务之急啊！一生修行的终点一定要定下来，不但要定，然后呢，就是在每年、每个月、每天、每个小时。 或者每天这个可以说有时间要这个可以说就是穿戏秀的时候呢要集中精力，在一个啊要点上一定要下大的功夫，再再的每天不断的这样来这个可以说就是修心修心啊，专心专心修心啊，这样才有希望成就，或者说这样的话才有啊进展，或者说这样的话呢才得到能够啊这个端掉自己的烦恼。 清清晰晰的业障，来自于在凝重的时候不会后悔，在后世的道路上面还是有很好的一种这个可以说就是质量给带走的啊，是这样子。相反来讲，就不是这个可以说就是一天，不是这个一个星期，不是一个月，就好像三年也是这样，五年也是这样，七年也是这样，十年也是这样，就是说一辈子，来自于没有事之前，每天都这样混日子一样。 从早到晚连功课也没有，做的三发也没有如法的做回向，然后做的过程当中也是散散乱乱的，而且呢就是一种啊、呃、谈吐一个功德或者是出头露面的，当做一个名利的或者是追求一种外在的，之间的东西，完全当做今生常有自作的状态下去这个念一点背一点重复一点都不算真正的啊如法的。 学习如法的修行，没有真正的目标，没有方向，难做晋升这一块的大障碍。所以怎么能这个状态上能过得去呢？到猴时到解脱，在成佛的道路上压根儿就过不去，因为他的智慧也没有起来，慧眼没有看到不着重近事，着重侯师，着重解脱，着重这个利他，着重这个菩萨心的修行而。 和佛过对这个是法界的众生做不可思议的啊，这个饶义等等，他的这个回眼没有起来，压根儿就看不到，只是一个啊小小的身体里面一个小小的我，然后呢以自我为中心，然后呢很狭窄的一个我执和自私心状态当中，一直就是单做今生，然后呢就是特别追求。 思维流程的一个东西，其他就是他身心的状况上看不到什么。任何智慧眼引导他的心，以智慧眼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走，以智慧眼，然后呢，就是能走这个光明大道，断除轮回、无明黑暗的状况。这个压根儿就看不清楚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呢，每个人呢，自己要能定下来，要抓住一个要点，对自己当下。 这个身份，呃，然后现在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啊，可以说就是时间，或者自己的这个智慧福报，或者说啊、呃，现在抓住这个药店，那么每天就是不间断的要这个，可以说就是下功夫，要这上面集中精力来修，这样不走，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谈的高也好，说的大也好，或者说是我们这样那样。 啊，这个可以说表面上做一点热闹一点，凑一点气氛，这样发过去，或者是给一点面子一样，或者是在别人面前摆个这个架子，或者是在别人面前装一装，再练一练，秀一秀啊，或者呢，就是这样这样那样那样，那樣就可以说就是心向上啊，标示一下，这个是实际上是骗自己的，因为这个可以说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等于就是啊。 可以说换汤不换药，这样下去的话呢，有点智慧的，有点道心的，他不会这样干，他不会这样待下来，他肯定要去寻找有愿的，能够修行上的，能够这个可以说有大力的，尤其是指点这个修行引道的，他这个地方就很喜欢，肯定跑到那个地方安住下来了。所以呢，就是我们就需要明白，这种这个可以说就是一生修行重点必须抓住。 必须在这上面下功夫，而且它就是一个药店，必须要把握的，否则的话，今生来世的一切的大的利益没有办法成就的，甚至到凝重是绝对产生后悔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算聪明，不算有智慧，不算有道心，而在街头道上想这个可以说就是修行啊。所以呢，这块一定要有个大的变化，必须有个大的觉悟，必须有个大的改变，来这个可以说给自己啊。 建立很好的一个目标，然后呢，就是在目标上前进，这个非常重要。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明白一个月只能做一点，因为他就是不是就一天就一切的无道师弟的经济先前的，所以呢，就是这样下去只能这个可以说就是抓到多少他就算多少，所以呢，就是该抓的，而且呢，当务之急对他的根据他的时间他的年龄。 各个方面看起来能把握的、要抓的就要把握、要抓住，然后有效的就要去抓住。这样子大家需要明白，你本人一个月只能做一点，所以呢，一个月要抓紧；一个星期只能做更少的一点，所以呢，一个星期也要加紧。每天啊，这么两三番就过去了，呃，只有这么一两次机会，所以呢。 那更加应该抓紧，不要抓住一个装店，抓住一个修行的药店，非常符合现在自己啊这个身份、这个阶段这样的一个年龄，所以抓住这个，这个呢就是每年、每个月、每天，甚至呢，就是每次要抓住这个，要真正的需要抓住这块，要抓住这个，要抓紧。 那么我们这么励志的去看，就发现的确，这个有限的数字不能做无穷的幻想，否则是非常可笑的。而且呢，我在想这里跟大家要中药这个问题上强调的，交代的呢，从前我们会做假发往上架，那么年轻的时候。 后呢？相比之下呢，妄想大，好像什么都要做。但是呢，过了四十岁就想做，要做减法。再不做减法，的确是极大的一个失败啊！再不做减法，的确就是一个极大的失败。最后呢，会输的很惨很惨。哎，这是关系到。 自己往后前途命运的事啊，周侯呢会有事业，但是呢也不必幻想太大，是既往不断不断的证上，最终能省净土。哎，是既往不断不断的镇上，最终能够往生西方净土，这就既生解脱了。如果你被人搞错了，有可能。 慢判接触最后一点事也没有，或者虽然在佛教里面看起来呢也有些功德，但是呢还是没有确中要点，临终的时候呢不管用的。所以呢，这么有限的，就像刚前面说的，一百块钱一样的一个光阴，一定要用在像谜面一样的要点上面。 要摄取能够得到解脱的质量，啊，希望精神能得一个真正的好处，那是什么呢？应当钉在西方净土上面。所以呢，我们是八个字，就是八个字，没有多的。也就是说，慎重前行，四鬼净土，哎，慎重前行，四鬼净土，就八个字。 这对,对于我们中下根基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理智的选择，哎，非常非常理智的一个大选择。这样我就想到，现在要做减法，不是做加法。时间很有限，把这个时间法全部减掉，轮回法全部减掉，那完全是对的。 但是你没有讲按时间法上混日子，那完全就是耗费光阴。所以呢，不能拿一百块钱去买毒品呐、啊，不能买香烟呐、啊，不能买酒啊，等等。在佛法里面，我就买切药的，而不能买一些花哨的东西，买名牌衣服穿上去，这是一种虚荣的暴躁。这个。 也不要，我要买一个我能用的、我能绣的东西。那么这样定好了以后呢，我就在已经确认的、契合修持的，而且呢以管题性的法里面做加法，把有限的这个光眼都投资到那里面。所以呢，轮回法、实践法，使劲往下减，然后呢，就是自己定好了目标，然后呢抓住修行的重点。 在这个上面去啊，这个可以说加，每天都啊这上面去啊串习修习，每天这上面、啊、抓紧的方式来，这个可以说就是呃增强这个修法的力量来做加法，这样子对了。那么选择大圆满隆钦行水前行法，就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事了。在佛法里，我本人。 选择了修行，已经时间怎么样呢？看一看，大家就知道这个这一阵的一大半都过了，等于就是下午四五点头顶上的太阳一样，那就马上太阳落山了，太阳往西方走，西方这个可以说就是快了，要落山了。就像这样，在佛法里面我。 已经悬着了修心，因为已经老了，记不住了，不能像这个年轻人一样翻翻而谈。我花那么多时间去搞，最后连几个名字都记不住，怎么信呢？我花不起啊，花几次我就没有了。真的呢，看看周围的老人，过了六十岁就糊涂了，七十岁呢几乎没有记忆力了，那个时候心里就慌，像他那样。 还能转变吗？想想就可怕。他的观念，他的信心非常顽固，很难转变。现在心还能动一动的时候呢，要干净，趁热打铁，要在自己的心上修。现在转不了心，以后就更难了。心自己也知道，江山已改。 本性难养、啊，学佛之前宣称什么冰心的人，真的很恶劣的。每个人都有这之证明，看看时代的状况，自己的心穿起坚固的恶劣的性格，就知道绝对不容易转。好强大的颠倒的信心啊！如果再不转一转，过了这个时期就更困难了。 像这样，承认自己很差很差，也能够定，也就是说，把时间多用在内在修性的发展上面。这样子的话，外法上要减掉，内法上呢要增加。释迦牟尼佛一再教诫我们，比如说供养一百为像舍利子、母犍连、尊者这样。 建平办的圣者，还不如一年念修无常殊胜，或者说以无量金银党的七宝布施，还不如对普贤信愿、对菩提心生可样的功德大等等。或者说布施终生一团事有菩提心设置的话呢，就已经超过了无量无数其他的福德。啊，或者说啊，就是布施终生。 一团知识，有大乘菩提心子设置的话呢，就已经超过了无量无数其他的福德。那么注入出来，都是来表明内法重要，内法重要。又说外观白中发不如内观性呢、啊、这样才知道，就是说在外法和内法里面，我要定在内法上面，不能整天。 在外面参加一些活动，那样我的这个时间全部耗掉了，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在最根源的内在心上用功。所以呢，这也能够定，也就是说我本人要在内法上用功。全职麦巴隆西一直就强调，外观拜种法不如啊内观心。 所以呢，现在很多包括一些这个可以说出家人，还是大多数的居士，都是呢到处跑参加一些活动，这就非常看得出来，他就是舍弃根本，去外面去抓。所以呢，他重视外的法，而没有重视内的法。但重视大的给我们说的是呢，就是要重视内法。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内法上用功。然后呢？ 再进一步，还需要明白，不但要重视内发上用功，还有呢，在杂发和转发里面，直接要想到，如果今天学学这个，明天学学那一个，自己的心思分散了，就不能聚焦。虽然阳光都是热的，但是呢，不聚焦也不能达到燃电。因此呢，我要选择转发，转发。 端在一个上面，这样面面密密的用功，哎、呃，的确就就稳了路。如果不这样走，呃，就像这个夏季雨点的比喻那样，东下一点，西下一点，还没落到地就干掉了。这样没有办法聚成流，人没有办法壮大。因此呢，我们就定在一个龙清行水的体系里面。当然啊。呃 你有其他选择也可以。那么总而言之，这是一条很好的修行之路。哎，这是一条很好的修行之路。然后呢，在它的大的板块里面呢，尽量用时间去充实，而且呢，按照此地，从最下一步开始稳稳当当,当上去。最下一步呢，最容易发展。如果每一步都能真正的发展，那么临死的时候。 会发现是充实的。如果不按这样一步一步在行上四季起，呃，这是口头空论，那就只是探得高，里面没有转动。这样一直玩虚的，到最后就发现不管用了。潜心引导文也说到了，如果没有修潜心，修其他法。 连芝麻许的之一也没有，哎，这个说明啊就很清楚啊。潜心引导文里面也说到了，如果没有修潜心，修其他的法，连芝麻许的之一也没有，哎，这个说的很明确。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应当安下心来，承认我是这样的根基。呃，只有这么一点时间，应当受住一个法药，一个起始的法。 在知心上呢，不断不断的从事努力。另一个方面呢，也发现这个一旦修成了，一即无量啊，也就是说这样做并不是舍弃了其他的法，应当知道一切法都设在这一个里面。如果走精要的路线，一步步上去，最终得成就的时候，他会贯通一切的法，要像这样来认识他。 而且我们前面也说了，在在在交代，我们的时间不多了，那么力量、精力、啊、方方面面都很有限，一天就只有这么一点。如果能集中在一个上面用功，啊，就会引出一点来；如果三五天连续用功，会发现热气多一点，内在欣赏呢，转的。 更多一点，但是如果我放弃这个方式，东学一学，西学一学，然后呢没有特别用功，然后呢就是没有次序，那这样子的话呢，自己会发现不灵了，不起效果了，不在这个修行修行了，这就完全跟一般世间人学世间知识一样，就是一个非佛教徒在研究佛法一样，非常惨。 连佛门都入不了，连佛法的一个基础的修法的功德都不会，这个出现的，一点得不到实际的修行的这个功德是这样子。我们很有这种亲身体验，比如说，我们要学好大门前心这个法门，就应当事事最先的前心。 对他上瘾，其他不管，首先秀一点潜行，或者呢讲一点潜行，能这样，报纸就形成了一种惯性，会一直想学。一段时间后呢，发现还是在潜行上转动，而且呢，每次设定一个这个题目，哎、呃，比如说学这个正方年初金，啊、呃，就每天坚持，一有机会就学，每天两次或者三次，一个月下来就有七八十次了。 这样就传习成六了。一段时间后呢，发现而且呢很努力，很注意把我的话，一个月都有很多很多观念上的进步。从前没有懂的都懂了，很多观念开启了，内在心上也有很多很多的转动。这个时候呢，开始真的内心里面就怕因果、怕轮回，畏惧因果，觉得要断恶行善，甚至呢心心念念。 每句每的这个心态上面，一言一心，或者是啊每个念头上面，他都特别注意，行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走。那么这样呢，他会有一点点实质性的一种进展。如果这期间没有把握好，放在别的地方去了，一铺是汗，或者呢说中间发生了中断末，把其他的东西冲没了。 发现根本接不上，热量一下子扔掉了，有这样的危险性，呃，这个很明显，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一定要注意一条很稳健的路线，持续的上进，而且它就是按照吃的来的，吃的乱了就没有效果，还要特别注意保护，这样我们能认定自己该怎么做。 我们同时会发现，呃，即使是呃这样努力，非常非常的努力，相续，进展也不是那么大，好像你自己的还乡很远。当然呢，这可能是自己个人的情况，但是呢，时代因缘的状况的确相当不容易。啊，为什么说魔法时代受一天的劫有那么殊胜的功德，就是因为十分的难。 那么这样才知道哦，我反正按这样走，呃，至于走到哪里，呃，就要看因缘，而不是有自己的意愿来决定。但是呢，这样走起码不会骗人，骗你自己，呃，不会变得很坏，起码在不断不断的升级。那么这样再看，一生很短暂，马上就走到头了。因此呢，要。 报丁西方净土，四事跟西方净土结合，所以呢，要两手抓，一手前行，一手净土。前行呢代表修行，那么两个合起来，这一生呢，的确会走的比较踏实。啊，由于事先勘清的目标，衡量的就是这样的。那么临世的时候，自己。 也很坦然，反正就是这么回事，该做的也做了一些了，是这样子。所以呢，从很长远的、很细节的，又有此地的，然后能够相续的，然后呢，特别需要这个有依乐的基础上去努力的，要非常非常的努力的，这些各个方面要看。而且呢，我们不是说就是。 从这个可以说就是这个地方跑到那个地方，不是这样子。啊。我们从反复要到成佛的地方，我们现在是一个反复，但是我们要达到甚至能够。 普度天下一切众生的这样的佛菩萨的一个身份，我们要达到那样的一种这个可以说横殊生横高的非常了不起的非常伟大的饶于众生的一个这个悟道师弟的境界先欠的一个佛菩萨的这个过位啊，那这样子的话呢，现在这样一点点信吗？ 凡夫啊，般一般来讲，他坏事，或者说他的欲望心追求的地方，他不满足，没完没了。但是稍稍一点啊，吃苦的，或者是佛法上面，或者是每天要这个，可以说就是非常非常需要努力的地方，他一点点做了就很满足。比如说赵生做了一点散发就很满足，赵生做了一点这个赵磕就很满足，或者白天磕了几个头就很满足，或者说啊做了一点点这个可以说就是文思就很满足。 他根本不是这个，可以说日日夜夜不断，非常非常努力的下来，一点不间断的相续，这样这个可以说就是修法的进展非常明显提高的，这些都没有的，因为呢，他没有那么非常努力，没有相续不断的修，没有持续的上进，这样很明显，而且呢，这个可以说就是单做今生，对这个无欲流生，或者是对名利等等一点都没有看破放下。 这种心态是非常危险的，一下子被这个五一流转或者时间的这种那种的这个法，把它冲走了，哎，把他这个可以说就是束缚掉了，或者说被这个可以说就是烦恼魔啊、自私自利的求时间法的魔就抓住他了，这样的话他心就很可怜，在菩提道路上面寸步难行的，这就非常可怜，非常危险的、啊。 啊，是这样子，所以呢，我刚才说的这一个一个上面呢，不是只是谈一谈的问题，必须要做到的，而且是大多数人现在问题就在这些大问题上面，一定要有个这个可以说就是转变，一定要有个认识，而且认识以后呢，一定要抓住一生修行的终点，否则的话呢。 这一辈子啊，就这样过去了。尤其是房上说过，四十岁以后就是属于老人的范畴，而且呢，就是四十岁以后开始要秀，否则就是真的来不及。不是说四十岁就头发白了，人都老了，牙齿都全部掉了，就跟八十岁一样，不是这样。但是呢，上世的名人必须四十岁就开始着重秀。 不能跟年轻人那样，这个可以说东学一点，西学一点。这个时候是不是这个聊了？不是这样的一个阶段了，不是这样的一个身份了，没有这个必要在这个时候怎么样？但是呢。 你首先放的时候呢，把事件的发精神单做的这些没有必要的地方花时间放下去，不是说一开始放就是所有学佛菩萨经了这块你放下。你说我是四十岁，本来你三十八岁才就是皈依佛，然后四十岁马上把文思秀放下去就不对。但是呢，一次呢，就是说啊，时间该放的当然放，然后呢，就是要抓住一个修行的重点，要有个完美的这个。 贵族这个让你抓住。这个前提下，有这样的事件，有那样的这样的这个特殊因缘呢，到时候看。但是对大多数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来讲，还是这个可以说就是以修行修行上啊，这个可以说就是把功夫。 啊，一生修行的终点就是这样。当然，佛菩萨在赖的，他们是来弘法、来利益众生的。你自己是不是这个？如果你自己认识自己也是在赖的人，人做弘法人生，当然你就不必要自己修行了。你去十方世界去这个，可以说普度众生，那就是更伟大的一个行为了，是这样。但是你自己非常清楚，你根本不是在赖的人，人根本佛菩萨在赖的这样的行为，你这一生做不到的。那你心里面这种修心。 来生或者说到了极乐世界下来再上一个再来的人啊，这样的话呢还不错啊是这样，所以呢现在是真的很糊涂的，尤其就是学张川里面很多人就是说的高法，说大话，然后装一个瑜伽师，装一个空心，母，装一个这个精通三藏法的，然后呢就是要做菩萨一样的装的时候呢。 就是装菩萨心，说这个口口声声都是发菩提心啊，或者是什么自由自在啊，一切一切都是来就是平等心啊，反正高高的很多法子探得来，但实际是害自己，他都不知道，甚至这样引导别人是害别人也不知道，因为他的内心深处啊，因果观念没有，对三报的这个信心和归心还没有真正起来，然后呢，没有这个可以说畏惧因果。 没有精进断恶行善，直接说个这个可以说什么都是平等性，什么都是什么什么什么随心自在，这样说是不好的，等于就是自己欺骗自己，甚至呢同时又欺骗他人，这样怎么行呢？所以呢就是，如果是真正在赖的人的话呢，他非常了解众生的根基意了，众生是一步一步从前心的基础发要上去的，不是把前心当成猴心。 好心当成前心，真心当成前心，没有这样的乱套来学的和修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一生修行的终点，对大多数，尤其这个时代的中下根基来讲，肯定就是一个大圆满前行这样的一个基础法上面要抓住，要修行修行，这个非常非常这个重要。所以呢，现在不要拿大乘的法来这个说大话。 不要以大乘的发高，所以自以为自己很了不起。这个发就是发，你就是你啊，反正这个可以说就是。现在想一下，连这个人物空性的定见都没有，怎么一下子冒出来一个最不可思议大圆满的大智慧呢？对吧？所以呢，就是这样，这个可以说就是不要说大话，反正这个可以说我们是为了。 护持正法，为了利益众生来想，包括你自己在内，依靠佛法要得到真正的利益，那就是按基础法走。所以呢，一生修行的终点，每个人必须要抓住，在这上面集中精力下功夫，而且呢，非常非常正惜，非常非常的努力，不间断、持续，每天、每个星期、每个月来于四次线。然后呢，就是我们前面也说了，这个人生呢很短暂，一下子就到了啊。 临终，那这样的话呢，还是要报尽这个西方净土，这样这个可以说就是两手抓，一手前行，一手净土的话，我认为对大家来讲，再没有最好的选择，最重要的、最完美的、最保障的。 最有保障的啊，就这样，其他没有。所以呢，这一块呢，大家一定要这次有个信的觉悟，信的一种这个认识，而且这个认识以后呢，自己的这个观念，自己的修心，自己当务自己啊下这个功夫的地方，每天要抓住的重点，这些都一定要清楚。否则，我们从啊前面一步一步文思过来，一方面很不错，但是呢，到了真正秀的时候呢，大多数人。 一生修行的终点都还没抓住，不说修行上成就，连终点都没有抓住啊，没有要害上去下功夫，没有每天就是吃饭一样，天天在基础上面修心修心、专心专心的方式来串习啊。所以这块呢，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强调，这样子的话呢，我想这个可以说我这啊。 这个讲完了以后呢，马上往下这个前行引导问的，从这个可以说向南无常一步一步开始引导，一步一步这个啊普贤上师口授的教授要传讲了。这个时候大家就是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一步一步往下啊，真正按这个一生修行终点抓住的基础上。 才能这个可以说就是啊真正秀发，所以呢，就是我认为呢，我讲的时间是不快不慢最重要，然后呢，不是只是嘴巴上要去你们秀秀秀啊，念念念,念，看看看，不是这样，现在是念的、看的、讲的、翻译的、秀的东西，然后安排的，全都给你们摆在你们的这个眼前。 那么就是有翻译的东西，有讲的东西，一段一段交代的，一个一个很完善的，而且呢详详细细的讲。所以呢，过去如果修一个前夕，只要个两本、五本的发本就够了。对现在人来讲，由于环境、教育，然后呢就是散乱因素太多，或者是里面装的这个很多垃圾的知识啊，所以呢必须要有三到五倍以上的教材才能够这个。 优质优良的修上去，所以呢，现在用佛教教育人些啊，不是那么简单。虽然佛法太棒太出色，但是呢，这个时代宗盛的很多这个文体啊，非常复杂。所以呢，就是真正全心全意向帮助人，要一步一步的持地要修上去的话呢，不说这个，可以说就是啊，三个两个三个五个这样的法本结局。 我认为是很困难，必须有个二十本、三十本的很多这个可以说就是方面方方面面，不管是比喻还是对当代的，还是现在认的这个邪见，还是渔王线，还是作为中线，还是太这个。 安卓这个金丝，然后呢，就是没有做种猴子，然后吃不了苦，然后呢，又在这个可以说基金地方呢放下一切的一切的当今时代的这些东西，然后呢，只要有穿的有吃的有个山洞住的地方，让他进去来修的话，恐怕很多人都做不到。所以呢，跟过去人讲比的话，过去人三个月修得到的，现在人恐怕三年都修不起来，因为他的这个因素上面一看就知道，过去人的姻缘。 他确确实实就每天就是这上面，然后呢，他的这个散乱的地方没有，然后呢，很寂静的，特别吃苦，然后呢，就是非常非常这个可以说就是拥共的啊，方志来这个可以说就是秀，所以呢，他三年这个人开悟成就，可能就是一点怀疑的没有。但是呢，今天的三十年修行，不能相信他完全开悟成就，因为现在人的这个环境啊、教育啊，现在的这个。 宗盛的工业啊，或者说就是这个网络啊，这个媒体啊，或者就是说这个手机啊，或者是电视啊、电影啊，或者呢，反正他这个可以说就是不在这个可以说就是一个寂静的地方，然后呢，封闭心思的闭关、啊，或者收把手的阴道啊，或者每天不断的清勤善知识的基础上，就是自己呃要修四座六座。 这样来，这个可以说金鸡秀这种没有，所以呢，就过去三年能成佛的。但我想今天这个时代，恐怕三十年都有点够呛啊，是这样。但不管怎么样，人生再短暂，我们就是要抓住一个基础的，前期这样的发，一手抓这个，一手呢就要抓这个净土，两手抓住，那这样的话呢，还是比较踏实的，还是这个可以说能做到临终不后悔的，而且呢，临终之后很坦然。 啊，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是非常大的，而且是不是涉及到少数人，而是大多数的人，比如说千千万万人当中，出了一两个根基成熟的、非常非常基础法修好了的，或者是特殊的根基，或者是特殊佛菩萨在内的人，这个就是。 另外一回事，这一外的所有人必须要重视这一块。所以呢，这次讲的这个，一定啊，要大家要再再看，再再阅读，再再思维，再再反省，再再对照自己的身份，一生修行的重点在哪儿？一生这个修行的归宿在哪里？ 这些一定要看。总体上来讲，这两天这个可以说大家包括这个呃网上下载的次数啊、阅读的次数，各方面看起来呢比以前好一点啊、哎，比以前好一点。但是呢，不能说就是大概就是听一遍、看一遍，这不行。必须要对照自己反省，然后呢要改变，马上要这个可以说就是自己身上要发现这个问题，想怎么改，然后呢就是一定要下个大的决心。 来这个可以说抓住呃今生啊这个修行的终点以及这个归属。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晚上继续再学习。 啊，下面我们把这个三根呢，回向我们呢今生能够抓住，呃，一生修行的中间和贵殊，而且呢，临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中这个目标，为了实现这个呢，我们随习十法界的一切的三根，同时呢，把啊这个可以说三根呢，以普贤大愿摄置精神呢能够修行。 对自己最适合、最重要的终点，然后呢，临终往生极乐世界以后呢，见到上师阿弥陀佛加持，马上这个可以说就是获得不退转的过位。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可以说普贤心愿的经济先欠的境界当中，在这个的前提下呢，在这个可以说就十方世界，尤其从第一恶鬼旁身，普渡无量无变的。 哎，这个可以说就是六道众生为了成就自利,利他最佳的，就要往生净土，先遣普贤信愿，然后呢开发自心智慧力的大用，成就了。这个就是等于就是我们真正用这个智慧力圆满的佛的这个真等觉过位来想普度众生。所以呢，为了这种大梦想能够圆满世界最最圆满。 快速的方便只有一个，那就是十大愿望到归结了，以十大愿望设置做大的补贤回向，请到我们念修补学宣品。 慈父一得一切智，摧父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渡有海，住有情。愿我生生于明时。 宝财妙法甘露味，是地无道功德满，速疾证得金刚持。